冈山羊肉搭永安石斑，煮2000人份大鲜锅。冷飕飕的天，好想吃锅来碗热汤哦。咦，队伍这么长，大家是在排什么啊？哇，原来是在排羊肉汤。今年冈山羊肉节不太一样哦，除了有羊肉，还有永安石斑鱼耶。而且这个直径2公尺的超大锅子，煮出来的分量足足可供2000人食用。鱼加羊就是个鲜字，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大鲜锅哦。迈入第11年的冈山羊肉节，今年结合邻近11区的物产，推出11道特色菜，包括茄定乌鱼、弥陀虱目鱼、鹿竹番茄和燕巢芭辣等等。活动现场还有雄赳赳的祭兵和喂羊体验，让民众有吃有玩，直呼过瘾。董新闻高雄报道。